第一家王城第九戏是广东三大地方家政之一，源于宋王南戏，明清时期称第一腔第一音戏、白字戏。第一家流行于活动闽南，并随第一人的作者日阳伯江河当立下定地。数百年来，第一家积累了丰富的剧目，创造了优美的唱腔，涌现了极多的名伶。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早期第一家鬼王之风采已成为人们仰慕的记忆。所幸的是，第一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现在还拥有八百多点前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光之间的第一老唱片，而且应感谢新加坡党团党等海外第一家人士，使伊人凭着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将真心收藏的第一家老唱片悉数捐赠给乡，正使我辈得以借助新多的音音技术，奉献到当年的名家风韵，对于当其时的价值风貌，这实在是第一家艺术之极大幸事。自从王从第一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广场的八百多点第一家老唱片当夺其精华，分为四辑出版，作为近几年慈惠双团部慈不名牌到创始开店的志向飘亡的全民特殊活动当经典落特内容之一，希望对弘扬第一山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第一家艺术水平有所裨益。支持第一家老唱片的整理出版，得到了东国移动山头分公司的大力支持，得此名下。青蛇能子是心头内，出来食虎是硬当兵。江南结几名小人放开恩，哎呦，这个邪教我能离开恩啊，生的啊聪明活泼，老心真是欢喜，这个邪教何解好会心不这几就起，无定无应，真是讨厌啊！你见我了，方未休息来分我吃，哼！我的来休息一直吃当当着，做给阿妈也分一腿，害我衰竭，开令两日出来问问着，日月之火正不容清，开令。看姐来来了啊，
家
Bye.
是我家嫂女，快坐下来。嫂嫂不怕，妹啊，你是哪里哟？父啊，嫂嫂这天气，人日实在是高，嫂嫂无看点面灯，两个白虎大佬都袂起意啊。
去，爱卡索何须自己动手，还是家兄出来打伊。妈呀，我不相信你阿兄家许是做狗仔，哪里会打老婆啊？你啊，是阿你介意我帮你阿兄今日一条打你腿？妈呀，好，听了就是，快去叫你阿兄出来。好。啊，那么大火！你家枪架！呀，快快回来呀！来！娘妹，为兄这事，这大子办公子，叫我何事？Yeah.
就这样的关系呀、啊？说道，哎呦，无辜哎，我从今后再也不敢惹祸破生气了。就这样怕戏啊？哎，乡妹为兄气不过，所以当当将他这怕。哎呀，我是这女怕多意见，为何心地怕多说心结？呀，你咩这怕？阿内就爱赖你哟。嗯，说啊，你做你唔考，咩这考啊？呀，怕出样子？
Thank you.
界山大，如何下台？从此